请台长再看一个89年女的，属蛇的，她的身体情况。89年属蛇的。对，女的。89年属蛇的女的。89年属蛇的。嗯。哦，她血液循环非常不好。对对对对，她、啊、的血液还有肺部都不太好。哦，我告诉你哦，非常不好。嗯，肺我看到了，右肺，右肺叶，哎呦，右肺叶这个有一点，右肺，哦肺啊，肺叶对，有黑气啊，很多，对对，很多黑气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影响他的呼吸啊，嗯，对对，他的呼吸对，而且我看他肺里边有积水啊，肺里，嗯，对对对，肺里不好，对，啊，要抽水的，我告诉你，很麻烦的。是吧，他晚上睡觉就要用带呼吸机的药啊。好啦，你看不就知道喘不过气来呀，啊。嗯，他这个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他这个对啊，180张。180要放生放多少？有一个女的穿旗袍的在他身上。哦，是这样。嗯。嗯，他放生还要放多少？放生放350条。350条。嗯。那个女的你要叫他。你要叫他赶紧求观世音菩萨。嗯嗯，否则这个女的蛮厉害的，要带她走的，在她身上啊，嗯，要带她走的，是吧？啊，很不好啊，要给她念掉，赶快念掉。行行行，赶紧赶快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好的好的，嗯，